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2014戏法大过年。今天我和我的三个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春、关于梦想、关于中国的话题。我们欢迎来自我们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主持人王小磊，来自我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月亮姐姐。你好，大家好，过年好。还有著名的青年演员刘岩。好，大家好，马年。这是一名舞蹈家。转眼之间一年又过去了，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很多时候有一种这个追不上的感觉。比如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新词儿，有人总结了这个十大流行的新出现的词儿，土豪，网络大 V， 大 V， 奇葩，这个人真怪，小磊是个奇葩，影视界的奇葩。但是这个排名第一的词儿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，叫中国梦。这中国梦就是咱们每个人的梦啊，合起来才能变成一个大的中国梦。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就跟这个青春中国梦有关系。虽然说像我和小磊这样的，都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青春年少。不不，我还在尾巴上。您已经这个快马加鞭了。对对对，我已经人到中年了，我眼看着就追上你了。但我们都年轻过哈，都有过自己的梦想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屏幕上的那些典型的人物，他们都有哪些梦想。梦想让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，让我们走得更远。让生活更便捷，更舒适。会在某个时候让我们迷茫，不知所措。陈梦星，你有梦想吗？陈梦星 Do you have a dream？ 在跟我说这个。 Do you have a dream？ 陈梦算不算？每一个婴儿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天赋，那就是梦想。你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都蕴藏着梦想的力量。但是成长的路上，我们总有很多梦无法实现。那个时候他就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，后来根据自己的身高，建叔积极地把目标定为一名足球运动员。再后来又根据自己的体魄，建叔主动把目标定为一名桌球运动员。但是和所有人一样，建叔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，只成为了一名业余选手。但梦想依然伴随我们成年，充满血气和不羁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将改变世界。如果他一次次的拒绝我，但我还是想每天都看到他，因为他是我的梦想。梦想是什么？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，这是幸福的东西。这是很多去年上映的电影里边我们熟悉的一些片段。对，我全没有看过，全没看过。你一直在忙于工作，你是想说这个吗？他一直忙着追着青春。我一直在追自己的梦想。哎，对，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，小磊？我长大了要做一科学家，当警察。觉得梦想这个词可能对于我们来讲，这是老师上课提问的时候会提到的。然后在你成长的历程当中，你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去碰这个词了，只有孩子才会直接的被问。月亮姐姐跟孩子应该打交道比我们都多哈。一般孩子们在说到他们的梦想的时候，都会提到什么内容？
千奇百怪，五花八门，不是我们想小时候我们那样。像我小时候的梦想就经常在变，我最早的时候想当一个公共汽车的售票员，因为我喜欢那个票根儿。后来又想当卖冰棍儿的，因为从小我妈不让我吃冰棍儿，我想我以后我将来一定要当个卖冰棍儿的，我想吃几根吃几根。姐姐从小就不劳动了。我记得最有意思的，有一个小朋友想当动物园的饲养员，因为他喜欢小动物。他说他当了饲养员，他以后可以每天跟动物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小男孩，当时我想应该是五六岁，他说我的梦想是将来成为孙悟空，这样我会72变。太厉害了这个孩子。我采访过一个拾荒者，我当然没有用梦想这样的词儿，我说你每天早晨一起来你都想干什么，你最想干的是什么。我特别想让他回答说，我能不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，我别捡垃圾。他说我昨天捡50个塑料瓶，今天我捡52个。这就是他的真真切切的梦想。可能对于更大多数的人来讲，当我们谈到梦想的时候，说真正能够鼓舞你的，我们更看重的是为了那个目标而坚持不懈的这个过程。这个我们都必须得谈到刘岩现在面临的这种具体的情况。那显然你遇到一个意外，我们能不能说让你的梦想戛然而止了？的确是，2008年的7月那次意外的发生，我觉得确实对于我自己的舞蹈梦是一个，当时觉得是一个太大太大的重创，就给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很大的问号。当我有一个部分的肢体是不能够运动的话，是不是还可以做舞蹈这件事儿？那我还能不能干舞蹈这个工作，就成了我那一年特别大的一个人生上的困惑。但我觉得好像通过很多种方式还是可以继续的。我在2010年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，我所修的专业是舞蹈学，我现在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青年的教授，所以我想可能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你继续行走吧，对，可能不是用腿，也不仅仅是用轮椅，对，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你的思想一样可以行走，然后一样可以奔跑，一样可以去追求梦想，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，对，你真了不起。你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教授，而且那么年轻。你说的真诚一点好不好？我虽然对艺术不懂，但是我还有一点点的鉴赏力。我觉得什么东西是美啊，尤其是你现在的状态。你知道中国人其实在追求美的过程当中，到极致的时候反而就是不完整的，也许是春天里面的一枝红梅，它就可以代表整个春天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能打动我内心的。你还说你没有这个艺术修养，你说的这些词儿我平时根本都用不上。其实我现在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另外一个青年教授。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发生那样的事情都能够像刘岩今天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学识，他有涵养，他有那一颗永远不会落败的上进心。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个一直在坚持自己梦想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国军特别厉害。这个叫机械舞，这是专门的一种舞蹈的类别，舞蹈学院都没得学。你年轻时候干过这事儿没有？我就是那会儿霹雳舞流行的时候。对，现在人家叫街舞，然后买一双黑手套，买不起那个露指头的啊，然后买一双黑眼睛的手套，剪了，把它剪了。最逗的是一上台跳舞吧，它是一双毛线，那个一跳人有一线头。哎，你也会这个啊？啊，咱们都练过啊。和月亮姐姐的那个能力比起来，都不算什么。月亮姐姐会飞啊。月亮姐姐在她的剧里面，月亮姐姐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音乐剧，叫《月亮姐姐和嘟噜嘀噜农场》。哎哎，对，就我说的准，对吧？啊，五年前了，啊，五年前做的这个，专门给孩子们演，专讲梦想的。对，就是刚好适合。主题就叫点亮梦想。适合他那么大的孩子。适合他带着他的女儿看了好几遍。对，月亮姐姐在剧里边，她剧里边就是月亮姐姐，她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梦想，你是每天要对着月亮说。但是必须努力才能实现。对，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实现。为什么当时那个剧里面我在月亮上，就源于小朋友对我的想象。每天都会有小朋友会问我，说月亮姐姐你妈妈是谁？我说啊，我妈就是我妈。不不，你的妈妈一定是更大更圆的月亮。我说哦，对，那你住哪儿？他紧接着就会问你，他说那你住哪儿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就旁边就会有小朋友就替我说了，这你还用问月亮姐姐吗？白天她在地球上主持节目，晚上就住到月亮上，多美好！多美好！我现在就得到了，那是北五环外的。哎，我现在终于知道答案了，月亮姐姐的妈妈就是8月15的月亮。作为这个成人，他知道这个生活在地球上，这是不切实际的，但小朋友们他会相信。对，所以有一个那个有一段时间特流行一话说，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啊。对，是。你想所有的女孩子都梦想着一定有将来有一个白马王子，但是通常来敲门的都是唐僧。那个要变成孙悟空的孩子，月亮姐姐当时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说你的梦想超级棒啊，特别棒！如果你真的那个实现了那个梦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告诉我。他实现了，他拍了两部戏，《大话西游》嘛。他在孩提时代拥有超级想象力的梦想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他。这是个，因为我觉得中国孩子最缺乏的就是想象力。对，可能碰到别人。别人就会说你什么梦想，再说一个，你换一个，这个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，你完全就会把它打破了。你要换到一个好的老师，肯定就会说，哎呀真好，你这梦想真棒，你一定要实现它。我希望孩子的梦想都是五花八门的，因为只有他的梦想是五花八门的，这个民族的孩子才他的想象力才能够是五花八门，他们将来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创造这个世界。对，还有很多结局是那个梦想离我们越来越远，天使折翼的梦想，他们是怎么回事？在追梦的那些年，我们都遭遇过挫折、迷茫。因为相信梦想，我们无惧艰险，一往无前。哪怕华丽一跳的背后是久久难平的伤痛和迷失。爸爸，我更鬼，想哭的时候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哪怕荣誉和光环的面前，要忍受刻骨铭心的压力和屈辱。That's yours。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海归精英。我在美国做什么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连一个 waiter 我都不是，我是 bus boy， 没有资格拿小费的 bus boy， you know？ 一个父亲为了实现女儿学钢琴的梦想，穷尽办法。甚至不惜铤而走险。
可梦想就是这样，只要有一丝光亮就会绽放，谁又能阻挡呢？同学们，这个学英语呢就像是学鸟叫，你在树林里学鸟叫，当有四只鸟落在你肩膀上的时候，说明你过了英语四级；当有六只鸟落在你肩膀上的时候，说明你过了英语六级。梦想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障碍，说障碍都是轻的。李伯祥先生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著名相声演员。李伯祥先生的父亲不能收他，要把他过去给别人当徒弟，带着他到北京拜刘宝瑞，到刘宝瑞家，刘宝瑞躺在床上，这他爸爸坐旁边，躺床上说这还行吗？就背菜单子啊，刚背两句背错了，李伯祥爸爸在这儿坐着，刘宝瑞在那儿躺着。当一脚，这孩子就飞出去了，哎呦，就飞出去了，爬起来都不敢哭，站在这儿。他爸爸说：“哥哥，别生气，再给个机会。”啊，好啊，再背一遍吧。你想想，他要吃多少苦？我们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，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不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，在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吃够苦。一定要摔无数的跟头，一定要放弃过很多很多的梦想，而最后能成功的那个梦想才真正值得你用一生去追求它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，又是梦想，它总跟执着，总跟突破现有的局限有关系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么一个追求梦想的人，他怎么实现自己最后这个梦想的，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。Thank you.
到没？13岁学钢琴，3年3个大台阶是吧？啊，第一年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什么？十级就考完了。第一年十级考完了，第二年中韩音钢琴大赛的第几名？金奖。第三年受邀在哪里演出？维也纳金色大厅。你觉得三年实现了，比如说像小丽老师这样30年都实现不了的梦想？快马加鞭，好，快马加鞭，好，谢谢。天骄今年多大？17。17岁。天骄一说话我们就能都能感觉出来啊，天骄和我们正常的孩子不太一样，听不到声音，但是看唇语。听不到声音，全靠读唇语和别人交流。我说天骄很棒，我刚才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太多了，不好意思说天骄很棒。好厉害。你听不见音乐干嘛一定还要跳舞呢？学舞蹈对我来说很困难，但是我特别喜欢舞蹈，我靠趴在椅子上地板上的震动，记在心里，用心来数节奏。靠震动来掌握节奏。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个舞蹈老师，你认识他吗？当然认识了，他是我的老师。因为我来北京后第一次舞蹈就是老师教我的，我在有老师身上了很多学东西，学了舞蹈，还学到了老师的坚强意志。刘老师评价一下你的这个学生刚才的这番表现，这个舞蹈怎么样？天骄每次都给我惊喜，你看他那个做旋转，那男孩才能做，哎，那芭蕾叫阿拉斯杠，最后的那个结尾的时候挂了7圈，我替他数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那非常难的技术技巧，所以我觉得，哎呀，他最近真是厉害厉害，要不对，非常棒，非常好，应该给天骄鼓个掌。我最想跟大家交流的，我个人的心得就是，每个人都可以成功，每个人的成功都可能要摔100个跟头。所以如果这是这个前提你承认，那么你越早摔跟头，你享受成功的过程就越快乐，你未来享受成功的时间就越长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摔完100个跟头之后，那些人到101个的时候不摔跟头了，那是什么样？是对成功的渴望支撑着每一个追梦人走下去，为了哪怕一瞬间的光荣，再多的苦又算得了什么？哪怕无数次跌倒，无数次心灰意冷，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次迎风起航。我想做一架钢琴。做钢琴？造钢琴，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呀！我是做钢琴的，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王公画图纸，完全参考的是俄国的文献。舒弦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歌唱事业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小园能有一架钢琴。一架钢铁打造的琴，一份沉甸甸的父爱梦想，让我们温暖，让我们执着。
哪怕饱尝辛酸苦楚，哪怕曾被怀疑或唾弃，只要梦想不灭，成功总会到来。我在实验室里喂小白鼠，在这端盘子，可他们连最基本的尊重也不给。只有我们站在纽交所挥锤的那一刻，他们才会真正的看到你，认可你，尊重你。大家都好像有一种突然释放的感觉，从前憋了那么多的气儿啊，对，突然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冠军们会哭啊，站在领奖台上的人会激动的流泪。对，你看那毕业照照完以后把帽子都扔了。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遇，无论你明天的梦想或者说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它都非常非常的珍贵，因为那就是你此时此刻。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当下，就在当下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扫地，穿衣服，骑自行车，给亲人一个微笑，这就够了，这就是目标，让所有周围的人和你在一起的人觉得温暖，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你感受到的快乐，我觉得这就是实现梦想的开始。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当有一天也许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闭上眼睛回忆我这个人生的时候，我是否能够让我的人生没有遗憾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哇，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。太美了。因为我虽然刚刚过了青春期，我今天有好多遗憾了。你看每到这个一到那个春节的时候，中国人就开始有很多祝福的话送给你。祝你马到成功，马嘉宾，快马加鞭。对，祝你马上封侯啊。都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。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啊，每个人都能离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更进一步。是，哪怕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，那也是帮助我们找到另外一条，对，另外一条更有效的路去接近它。摔倒了、挫折了、磨难了，也是接近梦想。这都是要实现梦想必须要付出的。我们把今天的我们的这期节目奉献给大家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伴随您离您的梦想越来越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冲的尽头，哦哦哦哦，看世界。